贾桂枝在车上一言不发，回想着儿时被看到藤沙印记时祖父慌张的模样。81年大限即将到来，若是不赶紧完成白英小姐交代的事情，恐怕他们贾家都要完蛋。周万东开着车越发觉得无聊，忍不住抱怨道，没有从单志刚家中捎个音响来。提到单志刚，秦放心中一动，猜想到贾家和秦家很有可能有关系。司藤和严福瑞又来到了之前的旅馆，再次回到这里，司藤回想起和秦放刚见面的那段日子，严福瑞就在身后唠唠叨叨地跟了上来。这里曾经被司藤烧过，所以店主非常仔细地叮嘱他，司藤很凶。严福瑞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他总不能因此责怪司藤，只能解释司藤小姐很温柔。回到房间，司藤嫌严福瑞唠叨，便打发他在一边安静地待着。严福瑞可不是个能静下心来的人，想到被绑架的情况，又忍不住多嘴。司藤这时候有些后悔，当初没有给秦放下个藤沙，不然现在他就能感应到他的位置。与此同时，秦放被带到了达那，路上秦放被放出来透了口气，还没等他吃饱，贾桂枝就要出发。秦放老老实实的没有反抗，周万东便没将他的嘴堵上，随后继续上路。晚上他们经过了司藤所住的旅馆，碰巧看到司藤释放出来的大树。大树一闪而过，周万东被吓到停了车，而贾桂枝并没有发现。司藤之所以收回，是因为在达那感受到了藤沙，但却不是他所下的。秦放被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小姐，她机灵地在一个地方做了手脚，给司藤留下信号，谁知回去的时候被周万东发现手上的白灰，他做的记号一下就被识破了，周万东直接揍了他一顿。幸好贾桂枝还用得上他，秦放直接被关上了车。事实上，秦放不止写了那一处，他将给工地提供食物的电话号码改成了严福瑞的。司藤警觉，立马和严福瑞一起找了过去。通往山上的路只有一条，路过的车又只有几辆，司藤便让司机多绕点上山的路，可把付钱的严福瑞给心疼的。这时候贾桂枝已经回老房子拿上的图，带着秦放三人已经到了目的地。他和周万东抬着赵江龙的尸体跟在贾桂枝身后，路途坎坷，秦放和周万东都非常疲惫，只有贾桂枝为了给赵江龙复活，一直非常有精神。司藤和严福瑞随后来到贾家老房子，司藤猜测出这里的小货车就是绑架秦放的那辆，而后司藤在房间里看到白英的画像，准备就在这里等待秦放，而另一边单志刚也来到达那这里。到了目的地，贾桂枝却发现司藤的尸体已经不见了，整个人都显得有些神经兮兮的。周万东直接上去给了他一巴掌，没了司藤，赵江龙也不可能再复活。
贾桂枝总算反应过来，他一定要找到司藤的尸体，这样才能完成白英小姐的交代。突然周万东发现了掉落在一旁摔烂的车子，猜测有人来过这个地方，他们开始翻找行李，还打算查一下车牌，情况在一边有些紧张，因为这辆车子就是当初他摔下悬崖的那辆。这个晚上他们无功而返，回到住宅却看到了司藤和严福瑞在屋内，司藤安静地走到座椅上坐下，透过手电筒，贾桂枝看到了司藤的面容，惊恐地叫出了白英的名字。周万东气势汹汹拿出武器，指着他们吼着，司藤完全没有理会，询问了使周万东打了情况，当下便对他出手，一藤条抽了上去，将人击飞。司藤心疼地扶起秦放，让严福瑞带秦放去处理伤口，他要单独和贾桂枝聊聊。严福瑞借机拿出一路上收集的发票，想让秦放给他报销，秦放好笑地接过，倒也没有拒绝。两人看了会心心，司藤和贾桂枝就谈好了，把秦放叫了进去，秦放拿走了发票，严福瑞才深深松了口气。